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火星小娇。今天这期呢，给大家分享好看的饰品歌姬，两个耳钉，还有是一对耳钉和项链，这个是可以成套来配的。先来打开这两款耳钉，这是其中的一款，我觉得这种耳钉呢都是非常简约大气的。还有一款爱心款的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非常简约又耐看啊，搭配任何衣服的话都不会出错的。我先拿开第一款，给大家看一下，真的很有质感啊，在视频里面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做工也很细节，颜色呢是非常的有质感的。好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戴上真的是 YYDS， 太显气质了，有没有？立马变得很高档的那种感觉啊，又很有气质，很有气场这款耳钉。而且呢，它是非常简约的，就是你搭配任何衣服的话都是可以的，什么裙子呀、西装啊都是没问题的。上班戴的话，出去玩的时候戴都可以啊，非常好看的这款叫圆弧的耳钉。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一款爱心的款式，这款爱心款式呢也很别致啊，很独特，它是这种形状的，也是非常好穿戴的一个耳钉啊，把它戴上。好，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一款呢，我觉得也是蛮独特的。这款呢是一个精致小巧型啊，侧面看呢会比较明显一些啊，因为它是这种垂直的，也非常好看啊，很精致。这款小耳钉呢是最百搭的一款啊，配任何衣服都是可以的，什么 T 恤啊、连衣裙啊都是没问题的哈。这款呢也是度十八 K 金色的啊，非常显质感的一款小耳钉。这款呢相比较要小一点啊，更小巧一些。再看一下最后这两件，这个耳钉呢我是搭配这个项链准备搭一套的，真的是非常别致的一款项链。先打开这款耳钉给大家看一下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真的超美的。这款呢耳钉上面是镶钻的，布灵布灵的，真的是特别精美，而且它做工做得非常细节啊，非常好看的流苏款啊，银色的一个耳钉。现在把它戴上，哇，戴上一个感觉真的好美啊。大家看一下这款呢是个流苏款的，真的也好美啊，太好看了吧。然后我把这个项链呢也打开给大家看一下，这款项链呢它也是一个镀银色的啊，大家看一下，这款项链还挺别致的，大家看一下，没有接口的啊，但是大家肯定想怎么打开的，它是一个磁力扣的，拆取不要太方便，真的这一款。而且呢它做的真的是很有层次感，那它是有三条这个绳子的啊，叠加在一起的，我们把它戴上，这样直接一吸就可以了。大家可以参考看一下这款耳钉，我觉得搭配这款项链也是蛮好看的，当然也可以单独来配啊，我觉得这款项链还是蛮显质感的呢，非常简约的一款项链啊，但是我觉得它很独特啊。今天分享的这些小饰品呢都是夏日做配饰的一些小饰品，非常吸睛的，日常呢简单的做搭配呢也会很出彩的。小娇每期视频呢都是真实特别分享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啦，拜拜。